家好，我们是 iGEM2021， 这里是 BioLab， 是我们做分子生物实验的实验室。在10月28号至31号的中午， BioLab 将举行 STEAM Fair 活动。我们 STEAM Fair 活动会分四个项目，第一个就是水果 DNA 萃取，第二个是以 DNA 萃取，第三个 DNA 解码的介绍，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电泳的实际操作，地点就是在 BioLab 哦。以下就是这四个活动的介绍。在10月28日星期一中午12点半到1点20，我们将会进行 DNA 电泳的步骤以及原理讲解，那也会让你们亲自操作一遍，并了解其中的奥秘。那对分子生物学有兴趣的你们呢，千万不能错过哦。DNA 萃取是不是觉得很难啊？但其实只需要通过几个简单的小步骤就可以完成哦。在12月29号星期二中午，我们会让你实际操作 DNA 萃取的实验，并且让你了解整个实验的原理。如果想要的话，也可以将萃取的 DNA 带走哦。什么是 DNA 解码呢？12月30号星期三中午的 BioLab 你就知道答案喽。我们会透过简单的小游戏，让你们更了解什么是 DNA 解码，人家还有最后的神秘小礼物哦。DNA 萃取可以在每个实验室都有办法做到的实验哦，但是你只要在12月31日星期四中午来到 BioLab， 就能够亲自动手将基因的基底 DNA 萃取出来哦。我们 BioLab 举办 STEAM Fair 活动会有四个实验，如果对这四个实验有兴趣的小朋友们，一定要踊跃报名参加哦。地点会在哪里呢？就是会在我们的 BioLab 实验室。那12月28号至31号，我们。